特派员方小如又来到现场了。今天小如呢心情非常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我们要去开趴了 ，Go！今天呢，就是我们 Power Shot G 系列的新品发表会，而且听说今天有非常多的 YouTuber、KOL 还有网红们会来到现场一起共襄盛举。到底会有谁呢？就让小如待会一一揭晓了。现在呢，先带大家抢先来体验一下现场的食品体验区，赶快哦 ，Go！那你如果有排名的话，想跟谁合作？我想跟三年合作，因为我们可以对唱，机器也是他，所以叫做什么？直播神技。然后呢？就叫什么？圈粉神机。大家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好的来认识这两台新品啦！现在呢，就请我们的 Rita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。好，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一台就是 G5X Mark II 圈粉神机，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形非常的轻巧哦，可以很轻松的就放入口袋，就可以带出门啦。哦，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出国玩，这一台就非常推荐给大家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新的这一台就是有新研发的镜头，五倍光学变焦，甚至可以拍到十倍的望远，然后新的影像感测器，还有加上我们最新一代第八代处理器。是，整个让我们的画质提升了非常多，而且速度变得非常的快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功能跟大家介绍？我们这边有一个弹出式的电子观景器，就是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叫出来。对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大萤幕跟小萤幕中间来做一个切换。那我是不是想要来拿一下？因为它真的很轻哎，这一台大概几公克？340公克。哇，那真的果然圈粉被圈住了。好，那除了这一台圈粉神机之外呢，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到的呢，据说是全球第一台可以跟 YouTube 直播来做串流的直播神器。现在呢就请 Rita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。好，这一台 GTX Mark III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直播神器哦。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装置，它可以外接麦克风，这个对那个 YouTube 来讲哦是非常好用、实用的一个功能。然后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它可以直播。如果出外游玩的话，就是可以把你的手机开始成热点，然后让相机去找它，然后其实只要在同一个网域下，其实就可以开启直播的功能。所以这台非常厉害的直播神器推荐给大家咯，谢谢，谢谢 Rita。是 YouTuber 嘛，所以我喜欢这个。你喜欢 G7X Mark III、可以直播的，所以你有使用过的？啊，有。然后我发现我平常拿的相机比较重，但是这个的话比较轻型，所以没有负担。那另外一台的话呢 ，G5X Mark II， 让你觉得很惊讶的一点在哪里？我刚刚发现那个拍照的功能嘛，那个一秒钟可以拍三。那个声音我第一次听到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很惊讶。好嘞，谢谢，谢谢三爷，谢谢。我比较喜欢 GTX
Smartfit， 因为它就是有支援那个 YouTube 的直播功能，没有相机是这个样子。这台如果增加了一个外接麦克风，它就是神机，声音会变很清楚。如果用那一台的话，画质就会很好，更清楚，让我直播更顺利，而且价格真的是非常佛啊。是太有趣太好玩了，在现场呢抢先体验到了我们的两台新品 G5X Mark II 以及 G7X Mark III。 想要知道更多的产品资讯的话呢，也请持续锁定我们 Canon Facebook 的官方粉丝团，更多资讯都要告诉大家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 Canon Delighting Always。